发个心。都放下了。但是出路可要找对呀、啊。名师一直指而明路，这条路就是出路。徒儿啊，可有步步走在出路上啊？有没有？有。可有步步踏在出路上啊？有。一过时，喜欢逛逛大街小巷，街巷弄。名师一指，就指这么一条路，就是出路。徒儿们把这两个字说一遍，出路。出路。今日为师要讲的就这两个字，出路。自己吧。是。办到呢？又跟着说一遍，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再一遍，修道修自己，办道办大体。所以踏在出路上，徒儿左有同修，右有道伴，后有后选，前有前贤，是一个人走吗？是。故在出路的过程中，徒儿必须注意四部曲。这是今日为师要告诉徒儿的四部曲。出路之道，出路之道呢？一。写上一，何谓出路之道呢？一，相信是学道的出路。为师兄游戏三昧仪，多说一遍。游戏三昧仪，不是学界天人合一般吗？看来多学的还是游戏三昧的，所以啊，今日为师话不多说，就用游戏的方式让徒儿去体验真理。徒儿说这样好不好啊？好。第一题，什么题啊？念一遍。徒儿别挡着了。相信是学道的出路。我是想啊，先给徒儿猜猜谜语，开开智慧，怎么样？好。好，就细细听着了啊。题目是：是缘不算缘。一点天盖先，中间细金线，自然漏天泉，猜一步。知道答案的徒儿就静静地站
起来。知道答案了的，想到答案了的徒儿，静静地站起来。别商量啊，徒儿笑一个，徒儿笑一个，在座徒儿看什么看什么，东张西望的，想答案呢？徒儿想多久，就等于浪费时间多久，快点啊！是圆，圆圈之圆，不算圆。知道答案的，静静啊，别喊呐、啊。静静地站起来就好。徒儿想多久，就浪费时间多久。是圆，不算圆。一点，天盖先。中间。系金线，安露天泉。诸位点传师。徒儿们呢，都知道答案了吗？知道吗？知道了没呀？知道了没呀？不知道就坐下，不知道还站着，是知道了的站起来。徒儿想多久？就耽误时间多久？去找张椅子坐着去。闻声响，还是拿个苹果来咬，比较不会闷。
弃徒儿，也永远会给徒儿机会，只要徒儿肯用心，只要徒儿肯尽心。再来一次，徒儿们都坐下好了。看是否每个徒儿都能过关，换另外一题好了。一柱能擎天，一叶在宽前。